Hi, I'm Xiaofei Qu. You can call me Phil. I'm from China, and this is my life story. In the Chinese, 我来自中国。现在1988年生人，现在在英国上学。我的生活没有什么传奇，也没有什么不平凡的事情，但是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，在这儿应该，我还在适应。我虽然来了1年半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会遇到很多困难。我觉得大家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，但是有人放弃了，有人还在坚持。我觉得生活就是一种坚持。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应该，努力去拼搏，不应该轻言放弃或者顺势而流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生活。对于我 Phil, this is the end of your life story.